们又出来抓小奥特曼了，快跑呀！小赛罗，怪兽们天天出来抓小奥特曼，再不跑就要被他们抓住了。什么？居然这么猖狂！给我加油吧，小赛罗登场，大坏蛋娘娘，看我怎么对付他们！怪兽，你来抓我呀！你来抓我呀！我就站在这里，跑都不跑。如果这样你都抓不住我，你也太没用了吧！什么？居然敢小看本大王！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玉米棒子雷德王的厉害！等我抓住了你，我要把你屁股打开花！哦！王掉进了河水里，被冲走了。原来这里有一个陷阱，表面上是草地，然而下面却是空的。这都是小赛罗干的。耶，加油，打气，胜利，胜利！白二坦，你个丑八怪，你来抓我呀，你来抓我呀！雷德王来抓我都没有抓住嘞，你同样也抓不住我。什么？玉米棒子就是个笨蛋，他能和我比吗？我这么聪明，看看，抓住你简直是太容易了，我现在就拿你去领奖。老大，小赛人被我给抓住了，快点奖励我吃小龙虾吧。原来这个小赛罗是个假的，是小赛罗用一头猪变的。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让你抓小赛罗奥特曼，你给我抓来一头猪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还想要奖励？我奖励你十个大耳光。耶耶，加油，打气，胜利，胜利！抓住那群小奥特曼报仇，冲啊！你来抓我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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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怪兽们一听到这句话，突然想到了雷德王被水冲走了，巴尔坦被贝利亚脸都打肿了，心里马上就害怕了。有诡计，有诡计啊！大家别上当，大家别上当，快点跑啊！小赛罗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拯救了大家，吓跑了怪兽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太棒了。